这个战鼓哈啊，这个战鼓很有精神哈，表示说我们平常哈是吧，训练有素了哈。啊，今天这个成果发表会哦，我们最主要要感恩什么人呢？当然感恩我们的师长。除了感恩我们的师长的教导之外，哦，最重要还是要感谢我们王董事长哦。哦，今天由他的公子哈，那个我总经理代表哦，他出席了哈，是借由各位同学哦的掌声哦来感谢我们王总经理。今天特别不一样哈，就是说今天的成果发表会，最主要是要看看同学啊这一段时间来啊大家学习的成果哈啊，展现给我们的贵宾哈啊，给我们自己做一个肯定了哈，做一个肯定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啊，在这个偏我们北门算是偏乡啊，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，大家要珍惜啊，大家要珍惜哈。我们的资源虽然少，但是我们所受到的关怀绝对不比别的区哈少。相对的，我们要保持我们感恩的心哈啊，对于帮助我们啊关心我们的人哦，要懂得惜福哦。希望大家在这个环境学习当中，如果以后哦出社会有成就，还是要怀抱着哦感恩跟惜福的心哦回馈。我们的爸爸哈黄李先生，你来参加咱这个颁奖典礼啊，感觉真荣幸啊！今天能够回到我们北门的故乡啊，感到非常的温暖跟荣幸啊！各位小朋友，各位国家的未来主人哦，平常受到师长还有我们地方的士绅的关怀啊，觉得非常的幸福，因为我们在高雄，其实有时候看到很多的家庭问题跟学校的社会问题，我们都觉得我们在我们这个台南的一个故乡啊，相对的比较淳朴，那社会的价值就不一样。我们非常的感到高兴，你们都是很幸福的一个小孩子。希望各位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之下，能够好好的学习啊，展现你们的态度啊，将来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人啊。我们只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啊，抛砖引玉，希望各位能够大家能够立足啊，欢迎我们学区各国小的小朋友、师长还有校长哈、莅临本校了哈。啊，也预祝这一次的活动成功顺利，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